续来学学他怎么样做生意吧。这是在新北市永和黄昏市场里头，有一位我们叫他做叫卖哥啊，因为他是专门卖海产的，他非常厉害啊。他卖的鱼货虽然新鲜，是既新鲜又便宜，可是啊，他用他独特的叫卖方法来吸引客人，所以每到他开卖的时候，客人就会围着摊子，一边看他表演，一边掏钱买鱼。可能要我买一只上少八十块，两只买百五啦，八条大只两百啦，是嘛？是嘞，下面只十块倒来两百块来，多少辛苦才生呀？叫卖哥今年28岁，十年前他跟着家族学做生意，不过他摒弃一般称斤论两的方式卖海产，而是用像卖药一样诙谐的叫卖法吸引客人。5年前他自立门户，现在他是永和志光黄昏市场里鼎鼎大名、无人不知的叫卖哥。他的呼喊的方式吸引客人的魅力，对，好玩，他喊的很有意思啊。没走啊嘛，能走，没走，没走，我就挂你听。就是这样有趣的和客人互动，叫卖哥的摊子总是被人潮围得满满满。独特的叫卖和拍卖法，几秒钟内就有客人不断举手抢鱼货。而且最近春节一到，来边看热闹边买鱼的客人多得不像话，让旁边的商家看得直瞪眼。不过1年365天，叫卖哥几乎全年无休。年轻的外表下，他有许多在年轻人身上看不到的智慧和努力。如果有经过，或许你也可以来捧个人场，见见威震江湖的叫卖哥。